大菠萝，大菠萝是吧？他也把腰带捡没了，我打手枪一直可以的。我打手枪一直可以的，大菠萝都没怼过我。找人杀！那个外边高楼绝对有人，我操！这叫完成击杀，兄弟们！不好意思，一个小白带走他了啊！我想捡一个弩啊啥的。枪都没装满，超秒的，不给耶！找车车去，哎，他有腰带，兄弟们。他有腰带。我靠！他拿 Win94给了我一枪，恶心呐！拿 Win94 人真恶心呀！吓我一跳！他好像骑自行车走了呀，他好像开骑自行车走了，兄弟们。不是很确定哦。走了，哥们儿。
那他也没办法。 雷捡的，雷很大。哎呦我操，谁呀？谁呀？得亏捡雷没开车，开车被音箱爆头了，个逼的呢！ 没影儿啊，你说这玩意儿，啥情况？咱也不知道咋回事儿。我还有人炸我哈，你看。 他妈搁那躲呢！啊！我操！这他妈逼还捡个空投的这人！ 下回拿个手枪啊，宝儿，要不还手的机会都没得。
不知道我在这儿，知道吧？三级甲呀，哥们儿，这装备真不错耶！噔一下就没了，一箱99滴血。掉人了，兄弟们！左下角45度。好药啊，呵呵呵，晒的一批啊，这人差点把我弄了，兄弟们，哎，听到声音了，车呢？我操，被转移视线了，追的那个人没了。哦，看到了。放个 BGM 吧。休想跑，瞄准他了。等一下，我操，没声了。但是按理说他应该往这个马路上开。看我了。
这个人也是开手枪的，兄弟们，干他！来吧，决斗一下！呜呼！在下斗鱼橙子，斗鱼橙作用。这个也是个主播，看这个人是哪的主播，把他干了。OK 了，他在这追人呢，他在这追人呢，他也追别人，他追死了一个，啊，来吧，下车，作为一个骑士，你怎么能下车呢？他也是拿手枪的，兄弟们。我怎么不能下车呢？啊，对，你为什么要下车呢？为什么要下车呢？斗鱼成双呀，你是谁呀？他说为什么要下车呢？安静了啊，稳切，在我面前开车直接我就不乐意了。问他车子啊，这车子可以那啥，可以卡动作，怎么卡呀？谁知道，那动作可以卡住的，兄弟们，怎么卡？想活是吧？怎么中不了特技？上一个飞机追他，三头，我操，等一下，他好像有个不要的三头，粉色的，我操，你看我多么细节，老细节了，兄弟们，细节男。飞机追不着他呀，干十个了。我找到了，我找到诀窍了，兄弟们，我知道了。人车合一了，兄弟们。前面人开枪，直接干了。
我操！本来想冲他的，我操，飞起来了这儿！他掉伞了，看到没？注意他，让他落地成盒，让他成盒落地。 烂了耶，这怎么办呀？怼，冲我打我，完了，轮子没了。怼多几下吧，要不怼不着了。哦哦哦，耶耶耶，别别别别别别，要带我吸啊吸啊，轮子没了，照样开这个车，哎呀。 无敌，知道吗？就他妈无敌！歇会儿，哥们儿也那啥了，主要是也累了。我操！被爆了箭头。 好了，开车到这结束。还有这面的人，兄弟们，挑战双狙吃鸡。诶。 实在不是很多呀，还有四名敌人，我们是什么玩意儿了？打在公屏上面，两个字老粉丝刷不平，刷不平。轰！电击爆开，一箱爆，还有三个。 说他还有俩，一下，毒死了。 为什么掉这么多血？毒爱是吧？牛逼逼！这九九八兄弟们直接打满，三秒
跟那啥一样。屌不屌这急救包，看到了吗？还有俩人。OK， 右边一个，确定了。那人摸过去了，我操，牛逼！那人摸到屁股了，兄弟们，看到没？看到没？摸到屁股了，待会摸的，待会把他偷了，看他，看看看，他要偷的，哎，被爆了箭头 ，OK。完成198K 一个手枪刺激，我们是什么玩意儿啊，兄弟们？我们是冠军，帅呀、啊！这把兄弟们，这把是步骑兵啊，骑兵刺激，手枪刺激。小六说一波啊，刚才有人问了兄弟们，说主播为什么你的帧数这么高啊？画面这么流畅，兄弟你也可以加屏幕上边微信，可以帮你提高20-30的游戏帧数啊。然后现在任何人加屏幕上边的微信，回复福利两个字，人人都可以无条件的免费领取一个福利啊，你懂的都懂。每个人福利都不一样，就叫涉及到领啥你们就自己去领吧。主播怎么样领福利啊，加屏幕上边微信啊，既看到精彩的吃鸡，也给兄弟们送出精美的礼品，我们是冠军。看我单人四排，绝对不会有那种傻的状况出现，直接拜人家地边。二号蓝是什么东西啊？你看我死你就知道它不是个好玩，不是个好东西，能懂吗？你看到我死了，就说明带的东西都不是好玩的。She wants to dance like Uma Thurman, and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head.
来了。搞笑呢，哥们儿。单人试牌啊、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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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直接冲往空投补给线。唐大大中一点，你就往里蹦一个。太瞧不起我了啊！一个我都杀不了吗？来了，空投来了。我这人想干嘛？我操，这合理吗？砰砰砰砰！给我一枪头啊！你搁我这搁我这搞笑呢？这么狠！先注意注意点，站点啊！OK， 非常得劲。
找点小配件，空投步行侠马上来了啊！OK， 差一个枪口补偿机。OK， 有了。42名敌人，这把他们落地没怎么钢枪。686比1897好多了，知道吧？来了。我操了，4个人。直接完成一传四，帅不帅？非常快的解决战斗啊，也就那么几秒钟吧，15秒一队。没有三级包啊。轻松搞定，看我躲这个位置多好，由于卡窗喷了一下，那个属实是有点帅。空投来了，这。1234567890，没抢，兄弟们，没有车来。来看一下，来了来了，躲一下。这就完成一穿三，帅呀！拿下空投步一下，我靠，这不是差点走不了了，差点折在这里。走吧。再次冲往中心点，刚才那个不是中心点的，换个点。直接晚上单人400斤，你们这九杀帅呀、啊！
毁灭者虽然猛，但是发挥不稳，容易出事儿。你能懂我意思吗？就他有的时候虽然猛，但是呢，他有的时候很垃圾。这个时候你垃圾的话，单四排，只要你垃圾一试，瞬间小命没了，失误率也高。这谁敢来的话，直接在房顶上阴他。冒烟了，吃这个房顶也不丝滑，有砍呢。带毒鞭的话，我们就可以不动了，也可以直接扎中枢点，其实直接过去吧，直接去这个学校吧，因为早晚要走。早得过，这那里边有人，哎，扎这边。这大学校主楼里边有一队。扎这就行，去这个二楼。拍这儿不说啊，谁来谁洗。来，我们赌缩圈吧。我这个位置比主楼更加清晰的感觉，主楼那边附近有人没法走。27米地的，这把人有点多啊。来，还有44秒说读啊，这个时候兄弟们可以去加屏幕上面的微信啊，新看主播的可以去领波福利啊，加微信之后回复福利两个字即可免费获得一份福利啊。助理的话会随机给你发，有可能是加州戏，有可能是游戏里边的皮肤，有可能是那玩意儿，懂的都懂啊，去吧。这时候等圈OK， 你看刚才我们在这个位置，得亏来这了。没人敢来中心点吗？都是附近的打。这边有人，这边有人，这边有人。没有车敢扎我。
AWM， 准备个大狙的声音。来车了，要炸我、啊！来了，别大眼，别呼吸。这一个，还得有用。为什么一直可以亮？因为我有一连把尿打满，知道吧？填个饮料去。谁打的我？但没必要点。大哥，那个窗户打的，我靠！又是通讯员，学校的一会儿都要过来了，十五名敌人了，就是那个祭坛那边，然后右边有一堆，右边那个厕所这边有一堆 AWM 的那边，我们要面对的是这边的人，这个大仓要过来的，就刚才打我们的那个。后边的人来了，我怎么解决？就在这卡着呗。我已经单人四排晋级模式十杀了啊！哦，他们还得打。我靠，这迷你点了，点疯了，叭叭叭叭叭叭，连发迷你，不太正常啊，像是锁起来了。
这围墙有人，355的围墙，来刷圈。哦，他们还在圈。发了没有一个？找两个，队友呢？靠，想摸我，直接干掉！啊，去你的！这么安静啊，还有七名敌人，我靠，这圈刷的其实也算不错，一会儿我到那个房上就行了，而他们的话就要经过我这道防线，看他们能不能突破吧，祝他们好运。我提前到这个房子会被攻，提前的吧，有个窗口，靠在这个窗口阴人了。这都在上边，那就我就有点不好打了，没上边的话我冲上去很难很难，下边的话杀多点，然后上边他们自己也打起来，
有没得别的雷？这雷丢的，神雷！我叫我雷王吧。 再见大家，单人四排竞技模式，全员 1v6 19杀射击，我们是什么玩的兄弟们？我们是冠军帅呀！小六兄弟们，兄弟们，极限 1v4， 一对四个丝毫不慌，先扔烟，各种丢闪啊！ 我们是什么玩意儿？把那两个字打在公屏上面，冠军！给兄弟们再送波福利啊！现在任何人加屏幕上边的这个微信啊，回复“福利”两个字，任何人可以免费领取福利啊，买号卖号，然后呢提高帧数，加屏幕上边微信啊！主要还是人人可以免费领个福利，既然能看到完美的吃鸡，还能领到完美的奖品啊！ 太帅了，兄弟们！丝滑的一批，简直了！开挂都打不出这样的操作，给兄弟们讲一下，哪有开挂这么流畅的？这其实全员是 1v6， 看到没？ 就这边两个人，然后山上四个人，那一瞬间其实呢都在对着我，但是呢我其实最猛的还是直接把这个人秒了，这是最猛的一波，瞬间把他给秒了，打后边这个人瞬间秒，这个是最牛逼的。
就这个这。这一下最牛逼的，不咋还给爆头了。不秒这个的话，其实很难操作。然后这波山上有两个枪线，你知道吧？我这边还不好过，没法过，你知道吧？这边很难受的，风铃烟就得上了。GP 要空手啊，拿枪还不行，很好。好，秒掉两个之后，我就知道要一 v 四了，因为这山上的话半天没响了，半天没下来，我还以为不是一 v 四呢。这从这个人的包里拉了两个伞进来，然后想准备卡视野，但是对面雷太会玩了，压了两个雷，知道吧？我赶紧跑。好，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劣势了，按理说就已经死了，但是我有烟，封了两个烟，堵住后门，打前门就行了，因为他们可以从后门出进啊。好的，开门还不进来，很会玩。好的，找到第二次关键。OK， 这个时候有一个失误点啊，不知道兄弟们有没有发现，这一个白到了，但是没打中。这个其实就是有点失误，白到了但是没打中，全没打中。这个时候我就已经劣势了，我就感觉要完蛋，只能追人了。这其实都是有烟的。好，这个时候就他们会赶过来帮忙。好的，第四个人骗雷，这个时候我要冲过去，他也不会冲过来，他搁这卡位，一个白，最后一个白解决了他，这个白非常关键，白到之后我就有优势了，直接给他白到了，白瞎了，看到没？白瞎了，这个是。好，最后一个他也不出来，看到没？也非常会玩，但是我看到他枪了，骗雷，用烟雾弹拔环的声音骗他出来，知道吧？先上子弹，然后再骗雷，拉出身位一下，假装骗一下，让他看到我的拔雷，加上拔雷的声音，瞬间收回来拿喷子，他绝对要出来打我，因为他认为我在丢东西，他绝对要打我那一下。结果其实我没丢，准备喷他，一枪两枪都不用开，直接拿下本场的冠军，帅的一逼，别说了。感谢小师的飞机啊，谢谢。那肯定得幼稚飞呀、啊，马飞，继续，兄弟们。这把沙漠的话我们还没钻沙过，裤子给我。6-7不是25吗？上马占了17个，兄弟们，这把30个起步啊！走。
就赌场就完了，还能多还能强过我们咋的这个这儿？我没枪，我下来了。妈捡了他90万！楼上倒了三个，你们人哪去了？我操！楼上倒三个，你们人都跑了。我拿了他90万子弹，没拿到枪。哦。那人他们端了个16，他没枪，没子弹。你们这想象力都不停啊！完了，人头都够抢了，我擦！好了，抢了我一个，先干他吧，他抢我人头，走。干，先干了楼，走走走。就一把枪，无所谓了都。等我打饮料，打满了。全他妈16了在里面，操！嗯，我也是16啊。DBS 还不够啊。操！上上上上上上上！我先来，我先来，怕你们不行。是他吗？他 ID？ 不知道。我来打。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是他，没哪还他妈哪有人嘞？走吧，快快快，杀了！冲冲冲！高鹏雷，小飞雷，我看他捏了一下，我以为他不会爆呢，但死前爆了个雷，看到了吗？操了！哎哎哎哎哎！哎报了啊！举报了啊！不服队友，不服队友，真不好啊！不幼稚啊！服他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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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哈哈倒了呀！人家碗还有呢。哦。大菠萝来了，兄弟们！一号是柚子啊，三号是副队长 PP 啊。走！头上。看下看下看下，帅呀！他妈的，远喷不到他呀！我操，这把倒的有点频繁，不会我们都在一起？蓝楼也没了，红楼也没了，水晶光也没了，没人了。
噔噔噔噔，打两种子弹啊，兄弟们，两种枪啊。休整一波吧。快，人多着呢，快快快，走走走。别急别急，别先上把压实了，我们不要实。那是急救的打不对。走走走走走，我开车，这图我开车，你俩枪，好猛的。电厂电厂绝对有人啊，我都听见了，苏克布列那个位置是他手捧雷，知道吧？就是他死前捏了个雷，我们去铁大包的时候，他那个雷正好在他脚下爆了，发料大板，前面烂尾楼，可以直接撞，过程中我可以在两队人就可以滑。哎，对面倒了一个没死，其实没死的，对，其实没死完，应该在那个烂尾楼。我、哦、脸上一个，别管他呀，别管他，别管他，过就行了，再倒了。没事没事。出去，别跟我在一起。就他一个了。嗯，来车了，山脚下，知道吗？这儿，拦着。对，刚才是有一队，别急，调包吧。我试倒了，我操！不过现在好像被打倒，好像不会掉血那么快了。试倒了个屁了嘞！这个吧，他被吉利服的刚刚。山顶，顶上。看到了，标点这个位置。哎呀，又打我。两个以上，两个过不去啊，这怎么过呀、啊、这我可以架，我好像一咱仨一起冲得了，一起冲得了，我就拉了，走柚子，两个都在顶上，都在顶上，看到我们的，好像就他俩，嗯，看到你俩的，知道的。一枪头，九八 K。跳里跳。另一个残血，另一个打上药了，一枪都死。黄头那个一枪头。两人，我炸他。炸的这位置。行耶，过不去耶。我架九八 K， 俩顶就行了，来嘛。
枪头，一枪头，打近点。哎，好，火力家这都不敢露头了，妈的，敢露头，操了。OK， 这个空都得捡。火力全开，662，兄弟们已经杀了16个了，兄弟们。过瘾呀、啊！我来这，我来二位，我来二位。你俩坐后面不完了。我的二号位离得近，知道吧？大菠萝必须得近点。节奏必须快呀、啊！我们三个可是顶级高手，一般人做不到这么快，知道吧？看起来节奏很快，是不是？哗哗哗哗哗干，所以我们不需要沟通，干就完了。稳点是不可能的。没捡，没捡，讲你停这坡打吧。走走走走，继续，这不能停，这不能停，顶过去、啊、走走走走走，停仓右边，然后正好上房得了，撞撞开，没来撞开啊，撞开。还有还有，来来来来来，在后面呢，你往哪儿瞅呢？这柚子，你往哪儿瞅呢？谁知道人家的？自己单挑打不过，还往哪儿瞅呢？什么玩意儿呢？我他妈不知道人在哪儿啊，兄弟们！我寻思你过来都死了。你他妈单挑打不过啊！我还吸引火力，真拉呀！这个死丫头！我没血，你个逼！卖嘴硬啊，这个死呀、啊！人家打我，让你去偷人家，没偷着，还不知道人在哪儿。要打我，打我不你不也是单挑吗？就是拉。不行，没血了。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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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快快快快快点！走！飞机又来了，哎，干他呀！不干他，他在顶上呢，就是狙他，就是他没空狙他，顶上。看他几个人，下去了，下去了，顶上没人了，好像。这就完成三穿赛，不是牛不牛逼，兄弟们？太帅了，兄弟们！走走走，空投，来车了，放上。
挂挂挂挂挂，小心这个。树停了，树。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有问题。加枪，加枪。倒一个，就一个，还有一个往左了，头往左了。没救，没救，没救人，往左拉。没救，没救。哪儿左边？听到脚步了！操，有人来找我们呢！爆闪地方，连上，连上，就是。差一个。有三儿。两队，两队，我操！这另一队那个是，那是另一队，我前面还有一个呢。对呀、啊，另一队，我喊了半天。倒一个，倒一个。卷走，卷走，卷走！我这边也死了。这边是死了。对对对，后边的也死 了。最后两名敌人。两个了。接着是，还有两名敌人。快，我知道那两个在哪儿，快走走走，上上上上走走走，又堵死了一个，哎，那他妈的那些人都滞雷了，快点的吧，这人不是一打四的，三打一了，找到他，目前直接完成单人四排保底亚军，兄弟们，竞技模式保底亚军。阶段是剩一个人，全杀了，兄弟们。别急，直接阶段是直接吃鸡，他妈省事儿了，十几分钟吃鸡，本来要30分钟的。应该是右边，这里边，这里边，这边吧，这边没找到。哎，他毒，他自己他害怕了，兄弟们，他直接被把自己给毒死了，我操！都杀了几个？这届完成三人四排竞技模式，气煞刺激！一会儿出去看总击杀，兄弟们，我们是什么玩了？我们是冠军，人家不。人家都不打了，对面都不敢打了，直接自杀了，知道吧？知道我们多猛了，直接自杀了，他们害怕了，直接弃权。四阶段之间我们是冠军，兄弟们可以本来也是应该去都去找车的，知道吧，你跑那过去干啥呢，跑也跑跑没车快呢，哎，感谢他爸爸的办卡，三个锅王坐一起，哎，锅王，我有了，最后那个人可以给他锅吃。我的意思，三个甩锅王。哦，甩锅王啊，大门，甩锅王啊，直接，这柚子本来就这么能甩，还是跟你学的呀？啊，他本来就能甩。走走走。这边人多，跳帕拉车，帕拉车比中心点人多。
武林三大高手到齐，兄弟们。开局员，开局员，可以巴沙吗，兄弟们？行行行，跳中间也行。我操，有人！中间老多人了。这个头就得玩大菠萝，有大菠萝吗？有，我这有。对。这头必须玩大菠萝，不知道为啥。上爷，等会儿我，别急别急，这第一视角没在这儿，你们杀光有啥用啊？来来来，等我等我，大菠萝在哪儿呢？那个炮楼上，蓝标那个。不吃不吃，拿走，来留着。操！大菠萝呢？副队长，恶龙啊，在那个三楼啊，在那个三标啊。走吧走吧，走走走走走，哪有人呢？大胆一点！到你们了，到你们了！哎，355，还有一个355。上面，在上面一个桶子后面，两个在炸我呢，我靠！好好，他们一队的，对面这个 Z3一枪吃，打呀打呀，开枪的一枪，在哪在哪在哪呢？右边，趴地上。立马帅一个，哈哈哈哈，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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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圈杀，我们是爬拉车霸主，瞬间结束战斗，清空战场，整点枪玩玩。我靠，这枪这扔地上会发光，兄弟们，真神奇。我想回去捡那大菠萝了。一场两个雷，我这儿。包里俩雷，我去开车。空投来了。哇！走啊走啊！好，连连发现都找不着。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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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柚子副队长还有橙子，兄弟们，八月要不要？
这桥飞不去，从右边走啊。B 一在那边啊。二十多减了，精致哥哥。这桥跟那边能飞过来，跟这边飞不过去，看到没？这边怎么能往上飞呀、啊？往下飞可以。前面有人，停了停了，直接干了。好了吗？这个车吗？车？不是，有房子，还有一个高楼，还有一个，给你标点啊，就标点高楼。飞啥？摸过去。不知道啊，过不去了。走吧走吧，副队长。走啊！别干他了，他妈躲在里边了。我没车了。没事，我们来接你。你听到脚步了？幺零。我俩直接扎过去得了。二楼，一楼中间门。来，又来一个，都是队友。龙爬，龙爬。噔噔噔噔噔噔噔，还有俩。进房了，进房，进房了，把他冲了。有点九八 K 味道。炸雷了。扎导那个在哪儿啊？扶人的吧。冲的冲的冲的，三冲二还不能冲啊！给我小心！啊？哦，直接完成三穿四，兄弟们，帅耶！看咱这咱们这四排打的就是干净利落，杀人就完了，知道吧，兄弟们？出来了，走吧，走啊走啊走啊，这三个人也得够甜，我估计。走啊走啊，爆三个三叶头，这一个空投，哎呦，老得劲儿了，我标点啊。差不多了，二保一打法，飞也，完了，副队长。
没人，没人，没人，开铁，开铁。M 七三，柚子，狗都不玩，你玩吧。我操，两把 M 七三，我也来一把。箱子里面有 M 七三。里边有针呢，走吧走吧，没发现啥好货呀。直接咱们冲往中心点，去这也一样，太密了。太密了感觉不行，咱打野战吧，去野外找人吧，去野外找找人，那野外小房区好打一点，那房区里边我操，怕被阴。右边房，右边有个房区，这个房区看看，啥吧一下。全程找人了啊。一起走，一起走，一起开车，一起找人，妈的，撞他就完了。哈哈。移避着啊，兄弟们，见人先移避着。OK OK。副队长，标的路线啊。我操，下好枪！走啊走啊，这还找个屁！这不就招呼我们了？一支穿越剑，三大高手来相见。看着啊，这队人必死无疑，看他们怎么死的。在哪儿打的呀？他真是在野外打的呀。没有一个防区啊，兄弟们，一边来就完了。打起来了，算了算了，慢慢点，慢点，慢点。打起来了就算了。哦，那两个小房子，前面那两个小房子呢？这个，那防区丢了好多人。哎，可以到我标点那个位置，到我标点那个位置，不要从右边打，从左边打吧。右边有人。冲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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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兵掩护，步兵冲！好，上下下边死了，找上边的，你上边那个仓对。有人有人有人！还有还有还有！没死完没死完！全杀全杀！空投空投空投，坐下来了。你补的那个呢？我捡个铁弹子弹。来车了，来车了。在哪儿呢？在哪儿呢？追追追追！上车上车，右右的。我脸上有人。前后夹击，我操！
边一个，后边一个。我炸死了，我一连三响啊！后边还有一队。树还有一个，一个一个一个，过来了，没枪。副队长嗝屁了啊，兄弟们！他妈的，跟人家对手那大菠萝！石头他妈四个人，你跟他四个对枪，你怎么敢接你？你死的！我下车的才他妈浪呀，真浪！干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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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别急呀，走撤，移他去。你他你他，我在这等他，咱一起上。独木突击。好了吧？中了，就是我俩人。石头。我操，这人怎么那么多呀？带我吧。我打混战，我操！995了，23了。走。捡包啊，捡包啊，别走了，捡包。我们已经少了一个了，嗯。哇，杀的我好累呀、啊！我操啊，兄弟们！这石头我最后这个人是我杀的，我还给他一雷，我还拿了人头呢，没死完。我操，空投！胜利者的奖励。来车了，来车，趴手了。后面还有一个。撞我不敢趴呀、哎、没子弹了都，胜利者的奖励啊，还能奖个屁，我们都满配了。这就是默契。有多少子弹了？过来了，不敢，还试探。有人了，哪有人啊？哪有人、啊？蓝箱子，摸到这蓝箱子，救人呢。带着箱子吗？那个？可以雷。这个？对，棚那个棚就那个棚，骨堆儿。别急，救人就救吧，这他妈人太多了，受不了了。哎，彭磊，架着吧，我去了。我先掏他屁股。老有意思了，过来，来我这儿。你先在这远点，你先在这远点狙击吧。倒了，来倒了，标点。你旁边，这儿，蓝标倒了。哎，人头被 K 了，你们俩的。没有，没被 K 啊，没跳助攻啊。过来，我来试个，我雷炸的地方你。到了，慢慢打，我打药。
倒三个，做一个。在这，今天干了。来，一起倚他，我上子弹，三秒钟上车。换子弹，我也在换。来，走弟弟。好了，操的！这儿呢。后边，草里，撵都给他撵死，上面左边，OK， 直接拿下二出 S， 兄弟们，赶紧去，打起来了，快点，走，29杀了，我操！35杀，你有车吗？哎呦，爆了！全是残边。走。后面两个山上几个，山上四个。飞车怎么上哎？这不是有人有车吗？11、13、5等于多少，兄弟们？11、13、5等于多少？这有车，他这有车。可以开吗？这个车可以。盲区里还有。可以。11、13、5加一下，直播间的铁子们。29杀了。人呢？我的子弹。来点舔包吧，补给一下。这个图太爽了，因为这个图车快，你知道吧？这扫不了，被别人扫不了我们的车。这里两个防区四个横穿哪儿没了划线中间点防区肯定在这儿呢就那个反斜我划线反斜两个人然后山上可能是四个我去左边看看带我有车吗我没来啊哦那样哦还有一个吗那儿OK， 你到这儿看看，你往那边瞅，看到没？两个呢？他们这两个人，打他呀！兄弟，别伏地了，给个标，给个标，蓝线伏地了，干他得了，倚他得了，弟弟，能不能倚？走啊！在哪儿呢？标点啊，来个点儿。蓝线，这沼泽地里头，看到了，两个，这他妈哪儿去了？刚才开过来的位置有一个，右子开过来，开车了，借我没油了，就没油了，我说我怎么撞他撞开不掉，我拐过来撞他。空了，他停哪儿了？那不是车吗？不是这个吗？后面，前面，开！你咋样？打他！你这拳打不动。哎，不能停！不行，不能乱搞了。去刚才杀人的位置。二打四，下车！脸上有两个，拿到左边那个位置好了，卡车。左边有人吗？没有吧，我们一起去，你去不？我在左边，肯定有老六，六子。
过户吧，不能叫卡住户。哦，这边敌人，边上也没武器，七个手榴弹，不敢过去。别着急，就是原地等待。到那地上一趴都看不见，怎么打？左边扔的。你往右边走走呗，陈子。我听到他了。树那里，往左跑了，跑了，跑了。猫都看不见。你看着他了。你往右去应该能偷一个的，对。你去帮他得了啊，伏地魔哦！打不到啊！操！打到了，不要打头，啊、死了！毒了！应该你脸上三个，真的。我就不应该打头，就打两个起步的，他脸上。我会爬上去吗？啊我的天！哦，在隔壁的一个。有一个。没听到他，听不到他。哦！几杀呀？我操 ！PBS 杀五个，我杀你也是五个。十五加十五加五等于说三十四拍五十杀世界，兄弟们，我们是冠军！我操，团场杀了五十个，兄弟们，一共六十个人杀了五十个，什么概念？我们是什么玩儿呢？帅呀！太他妈牛逼了，对吧？五十杀世界，我靠！全网最高击杀，从头杀到尾，视角盛宴。给兄弟们送波福利啊！现在任何人加屏幕上边的微信，回复福利两个字，免费领取福利啊！任何人只要你加微信，就可以免费领到福利啊！有可能是加油器，有可能是皮肤，有可能是那玩意儿，有可能你懂的都懂啊！加微信领就完事儿了啊！兄弟们，我们是冠军，太牛逼了！给你们看看结算的画面啊！来，1500伤害，1500伤害，加500伤害，太牛逼了，哥，哥太牛逼！柚子呢？进来啊！就是尿尿去了吧？打街机就没啥意思了，打街机本来就没啥意思。我们上个先磨合磨合，别急，兄弟们，先磨合磨合，然后再整新活，还没磨合好呢。这把有意思了，兄弟们，薛俊鹏。今天我都还一把没打过呢。
需要换，照杀。这个死的太快了，换一个他们都不打架，老好玩了。一样的。